前，他在 YouTube 账号 Seventeen 上登场，对于各种问题比较着过去和现在的心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进行回答。作为顶级女团， TWICE 经常会被问到最喜欢哪首歌的问题，大家也都习以为常。但是当被问到喜欢的编舞时，没想到成员们都表现出新鲜好奇的意味，似乎每个人都很好奇其他成员们的意见。一听到关于舞蹈的问题，被称为舞蹈机器的某某就尤其兴奋。在 K-pop 界拥有顶级舞蹈实力的某某，最喜欢的编舞是 Cry For Me 中登场的舞蹈。某某表示，从整体上看， Cry For Me 开头不是有这样的地方吗？全体成员上下左右伸出手，身体像弹跳一样的动作场面，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编舞。听到默默的话，成员们都深表赞同。接着娜莲说，虽然很神奇，但是想起那个部分就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更有趣的是，成员们纷纷表示，这段舞蹈并不是成员们特别用心跳的部分，成员们并不是因为练习多次才有的舞蹈默契，而是自然而然就变得整齐，也是非常神奇了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